我们来看一下7月6号的运势对12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，天蝎座。今天可能有些之前没有做完的或者没有做好的工作，有机会重新把它做好，这刚好可以让你发挥一下最近你学习和累积的知识。你可以趁这个很棒的机会，让别人看到新的你自己的能力哦。第二名，巨蟹座。今天你发现自己长期坚持和追逐的想法理念有了新的拓展，特别表现在你的想法开始受到别人的尊重和重视，因此你也得到了一些机会，机会就可以帮助你带来很好的财运哦。第三名，水瓶座。今天你需要另一半或者是合作伙伴的帮助，帮助你做一些财务的规划，或者在一些想法上鼓励和支持你，这样你现在正在处理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更顺利的发展了。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，牡羊座。工作需要一步一步的累积，能力也需要一点一点的被看见。今天你要更有耐心一点，一切都在很棒的发展轨道上，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做更多的准备和经验的累积吧。你的努力其实是被认可的，不要担心哦。第二名，射手座。今天你可能会遇到跟之前一样的财务问题，不管是家产的分配啊，还是公司账务的处理啊，你今天都不要急着去解决。钱是大家的，就要听听大家的想法，综合大家的意见，才能把这件事情圆满的处理好哦。第三名，狮子座。今天你手边做的事情和你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会有一点点的冲突，就会让你在做手边的事情的时候不够专心，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又没有时间去处理，不如集中精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这样才能空出更多的时间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哦。今天我要送大家一句话，去了解自己身边的人吧，你因此也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哦。今天我们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